城说事，沈西城、林康正、Baby 同你论尽天下大事、香港日事、昔日往事。第二节就讲咗小说界嘅情况啦。咁第三节咧，阿沈大哥最近咧喺英国曼彻斯特，咁就本来啦，好多人就开心心啦，睇一个即系美国小天后嘅演唱会，Ariana 嘅演唱会。啊！點知喺演唱會之後啊，即係個歌手歌聲一落翻後台咧，就發生大爆炸，就恐怖襲擊啊嘛，幾十個人死亡，咁呢一件事都好似哇，好恐怖啊！係啊，咁我覺得呢個兇手啊，都識想法。你小天后翻咗佢先爆，係即係睇完先係。佢唔睇完爆咧，小天后都冇埋面，即可能咧呢一個。兇手咧都係小天后嘅歌迷，佢唔忍心傷害你，睇到你靚女翻咗後台先爆啦嚇。啊，如果佢又唱緊爆你都瓜埋，係嘛？咁所以咧，即係阿沈大哥話咧，呢個兇手還算有良心啊，即係講笑啫。當然咧，佢爆個炸彈殺無辜嘅人啊，不值得原諒，啱唔啱？但係話俾你聽，呢啲咁嘅事情可以話俾你肯定地陸續仲有啊。退一個即係新。新聞講啦，就有啲美國傳媒就報導出嚟啊，話兇手誒係一個即係喺英國利比亞難民嘅後裔喎，嚇到我！難民，因為咧康正好中意睇演唱會，又係英國有陰影係嘛？有人都翻到英國冇啊，去睇咧，砰一聲嚇死康正。其實咧，我話俾你聽，呢啲咁樣嘅事情咧，陸續都會有，係冇辦法咧。是阻到的，因為他一個人的行動呢你就很難估了，他不是大規模的嘛，他說今天你就看著小天后了，他去了大天后那裡搞，他在暗裡是明白，你情報做得怎樣周密都好，不至於說什麼大小的事你都看得到，那你說利比亞那些後生就對於政局對於現實的環境不滿意就很容易受到IS 可吸收，佢吸收咧，你係吸收康正啲黐線，我寫本書都賺到錢，我老豆做飛機，我使鬼要同你恐怖咩？我唔知驚，我嘆下世界唔好飲下酒唔好，你唔會做。如果你一個咧好有學問嘅固定職業嘅人咧，你唔會受到 IS 吸納你。只有對現實世界不滿意又到宗教抗議嘅人咧，佢先會容易做呢啲嘢，佢不滿意呢個世界。但他不知道你不滿又可以提出反抗，但你不要傷及無辜，他就不理你，他沒有說我夠陪你死了，你不死你事啊大佬，我不想死嘛，你沒有理由拿了人家的命嘛，所以IS就給我的印象就是這樣，喂，你可以去抗爭，我明白可能你們有苦處我們不知道，你可以對你強權去打，但你不要濫殺的無辜，對嗎？他在這裡我們殺我都，即我可能我同情你，你可能有你的不開心，可能有你的苦處，係咪？如果唔係，你無端端點解要咁？但問題就係話咧，你鬥爭強權、抵抗強國，我同情你，我支持。但問題你唔好濫殺無辜，濫殺無辜人哋就世又好難原諒你。咁你話點解咧？會有 IS 好簡單啊嘛？喺中東啲地方就兩個國家嘅國力，兩個國力咧，佢又唔係攞自己莫斯科，唔攞自己嘅華盛頓嚟搞，就攞咗人哋中東啊。現在暫時在敘利亞，不幸了，不知道大馬士革不是什麼，搞搞到人家污染瘴氣，接著就說我們要去掃了那些恐怖分子反恐，反什麼呢？你做一點不做一點，有恐怖分子就是你們兩個國家培養出來的嘛，你現在就說我怎樣說什麼呢？你在你們兩個在國力要拿在中東拿好處，最大好處是什麼？油啊，石油啊，你試試中東你有沒有恐怖分子走去埃塞俄比亞搞，俾你都唔要啦，做俄比亞，你明白？就是、因為嗰度有罪咯，同埋咧，佢搞咧可以 sell 嗰啲武器、軍火，咁所以話呢兩個大佬喺度搞，搞到人哋嘅地頭，而家出到嚟，大家都抗反暴英雄就做戲咯，揾架飛機去炸佢，抌下嘢啊！我有做啊咁，你哋冚唪唥撤出中東唔理佢，佢點會有呢啲嘢咧？你咪由佢自己搞咯，就係咁簡單。點解有 IS？ 點解以色列啊、巴勒斯坦嘅長期唔解決啫？你後台冇兩個大佬喺度搞掂咗啦，但係佢一定要搞啊，唔係咁。所以你話呢個問題可唔可解決咧？
不可以解決的嘛。你如果你在那個地方住，你都會這樣做，你的強國做什麼理我們，你不給我們，你真的很公正去做，你們不是各有私心，是啊，兩個美俄合作去打擊，你看到新聞都笑，派地面部隊下去，你炸了你地面部隊下去掃他，做一點不做這個炸彈，喂，林康正在 A， 我扔到 B， 給俄魚彈，即是你是這樣來去反恐，是不是徹底的反恐，有什麼用呢？那麼這兩個呢，中間還有一個，就我們的強國，強國就是愚人得利，看定先，啊、Hello， Mr. Putin， 你好 ，Hello， 啊，你好，啊，兩面，咁變咗你三個大國，中美俄，大家都有私心，咁啊，我哋中東回教嘅人民啊，同兄弟咧就唔好彩，咁有啲回教就好好係算啦，啲弟兄，有啲唔係個大佬，你照我唔制喎，咁就咁樣引辱出嚟，咁我唔係同情恐怖分子，首先我哋搞清楚點解會有恐怖分子，啊，你睇我哋香港嗰啲回教徒啊，中東。好有錢嘅喎，冇呢啲嘢嘅喎，嚇！我見到好多我哋誒去到嗰個愛群島啊，有回教堂啊嘛，喺灣仔嗰度係，好好噶，好多印容都可以去，好噶，星期日，點會有呢啲嘢咧？唔係回教，同有啲好有錢，我見到中東啲阿伯，啊係啊，你請我成衰啊，我請你食豬肉，你想死啊？好過癮，唔係咁惡噶，點解會咁咧？咁即係冇得拗頭。就因為你嚟到整到我哋，之所以以前我哋八國聯軍，點解我哋有義和團啫？點解啊？你嚟啊！一樣就係而家呢個中東，就係100年前我哋嘅中國。你啲外國人入嚟，攞我啲地方，攞我啲文字，大大聲又幫我哋，其實恰我哋。咁於是咧，我哋而家唔係多咯，有炸彈啊嘛，所以我哋 IS 以前我哋義和團啊，對唔對？歷史不斷咁嘅重演，你要研究歷史嘅背後點解會咁 ？OK， 你而家入回教，回教有啲好人士，回教唔係咁暴戾嘅大佬，信尼派啊、雜業派唔係咁。但你唔好將所有啲 IS 當作回教度高傲啊，回教度好可怕，唔好就係唔好信回教咁。唔係㗎，啊回教啊死人好方便㗎。包住咗就葬噶啦，唔使火葬，包住咗。係佢哋反對火葬，火葬咪係包住，真係好好噶，唔使燒嘢噶，唔係好似個佛家叮叮叮熱曬啲南無佬咁噶，好直好噶。誒你得啦，你知唔知啊？連房都唔使去包咗，佢自己香港有回教墳場噶喎，啊供應你葬喎，咁過癮個唔使燒噶喎。啊，回教唔錯噶，好多繁文縟節佢冇，只不過咧，即係你要做禮拜一日做半次，不過你開心我去做嘅，你唔去佢唔會，阿拉唔會嚟捉你嘅。但問題就係話，唔係你想象之中咁殘暴嘅，你唔好誤解咗回教咁啊，對回教同埋唔公平。但你話 IS 係好兇殘，講真句啊，你俾人逼到都有義和團，有啲人就冇理智啦。所以我不是同意 IS， 我絕對不同意恐怖分子，但你真的要消滅恐怖分子，你起碼這三個大國坐下談，好好地跟他們談解決嘛，你現在這樣解決不到，你動他就不動，你不動他就動，你不得團結合作去做這件事，不能夠從根去解決這個問題，那就英國、法國、美國、啊、現在我就想請康正去英國聽演唱，係好啦。去歐洲驚啊！有佢有仔咧做沙塵白貨喎，舊年會死崩啊！去法國啊，我唔炸到你頭髮，算你好彩，係嘛？而家好多人唔敢去，而家去名勝都唔係好敢去，越多人嘅地方，越多嘅地方，唔係啊！你冇得防，你佢唔係必一定凱旋門，佢第二度你唔知，你總之人多嘅地方。咁我問你啦，你要旅行人多嘅地方嚟，你不如喺香港去南生圍探世界好過啦，去魚島。你做乜嘢要去外國？你唔去人哋嘅博物館睇，人哋博物館唔會炸你噶嘛？去爬山都好似啲老師咁咯。係咯，係咪先？咁所以咧，我前兩年啦，有仔成日話去歐洲，好鬼去西班牙、法國。你而家諗攞驚啊？而家請你去啊？你真係揾命搏，唔好彩你就撞到啊！唔好彩啦，好似嗰個
曼徹斯特嗰睇個show 啊，我諗都好多香港人啊，或者嗰啲留學生中國人睇㗎。你好彩啫嘛，唔炸到你啫嘛。咁你點知佢幾時炸啫？未必每次都炸，好唔過癮嗰次就係你唔好彩，你去嗰次炸。所以而家咧真係歐洲、美國，你真係唔好去，佢好過癮㗎喎。一陣又走去美國搞，一陣英國搞啫。嗱，又德國啊，幾度地方咁唯一咧就。那班友咧，有中國都有啊，你係西藏、新疆都有，只不過咧有時咧封鎖咗啲消息，你唔知嘅啫。所以咧，你去到咧中國咧，你就唔好諗住我西藏高原啊、青藏高原啊，到時命都冇。就即係嗰啲大城市好啲，因為佢好嚴厲。啊，呢樣嘢要讚下共產黨，佢呢個保呢、這個保安工作做得好嚴密。你買嚟嘅廟已經開槍射你啦，佢費事你炸話知你係罐頭啦。你唔好整炸彈喎，唔係炸彈，即係假嘅炸彈。你唔好帶佢啊！佢真係開槍掃你，佢唔俾面你嘅。所以咧喺大城市咧少啲，但係咧喺呢個新疆啊、西藏嘅好多時有啲咁樣嘅小型啊衝突咧，唔報啦，即係撳咗啦。除非殺人啊，有因為你東突嘅反恐嚇，就呢個咧就少少唔滿意，即係佢唔滿意個新疆同西藏咧。共產黨嗰種政制啊，但係共產黨本身覺得對你唔錯噶啦。咁事實上咧，中共建國又對西藏、新疆啊係採取咗比較寬容嘅政策。咁只係咧嗰班人咧，佢咧即係唔多名嘅啫。其實佢對呢班即係藏族啊、回族啊，就好過對自己漢族嘅。佢哋唔知嘅啫，知唔知啊？仲唔滿意咁啊？佢哋嘅事啊。總之咧，而家咧就去外國旅行咧，你哋小心啲。呢、這個恐怖嘅活動咧，我相信不可能從此都冇，而且我諗下會越嚟越嚴重添。只要呢個中東嘅形勢越緊湊啦，呢、這個 ISIS 反得仲緊要。咁你話係冇辦法搞定 ISIS 唔係啊？你打咗佢，即係一定要從個根同人談判。呢、這個我又反而贊成啊，習主席話要和平，但和平去談判又唔好連幕後三條大佬搞事先得㗎。你喺咧前面即係等於北韓喺前面傾，後面一路搞咁就係都係白傾嘅啫。即係真心擺上台講，唔係冇得解決，閉咗個個都勾心鬥角，唔係真心做個樣。你明嗎？即係等於啲明星，我係唔可以出賣色相，但係。如果真係為咗藝術，我可以著量滿意個導演，都係睇劇本啦，係咯。我都係要睇劇本好就 OK 嘅。劇本好，張宇話好嘅劇本，我就剝衫。劇本麻麻，我剝一半。劇本唔好，我唔剝。邊個做導演啊 ？Andy， 哦得。邊個做導演啊？沈西成冇搞。幾重標準？講我啊，有人叫我食飯講，我知啊。我唔去噶，我內心話俾唔夠你係嘛？唔去係咪俾唔夠你？即係你知明明咧，你去過，你仲要講大話擘大眼，即係等於咧口不對心，等於咧而家搬上去和平談判，嗰三個大佬啲代表都口不對心啊！個個都係我打呢個恐怖主義反恐反咗未？反到而家越嚟越犀利，咁係咪佢哋冇能力？假嘅真係打你 IS 十個 IS 都冇啦，美俄聯軍你仲有得整，啱嘛？咁唔想打咗你嘛？你明唔明咧？嗱，講下我哋 Donald Trump， 今日我個朋友咧就成 WhatsApp， 真係好過癮喎！呢條友握手，唔係佢唔係握手啊，佢係同阿教宗方濟各一齊，佢就係呢行嘅師範啦。咁啊，佢咁樣噶嘛？佢點啊？嗰個佢作咗放開佢嗱，呢個友仔咧係好頑皮，佢咧打牌咧一定係不依章法，打 pair 一定係嘅。呢條友咧就你估佢唔到，佢係恩皮，知唔知？佢教主教皇佢都夠膽去搞，個仆都夠膽去搞下嘅，啊握手，好啊，大力嘅嚇到佢啲人死，但我覺得咧。呢、這個有可能會做咗啲驚世嘢出嚟，你估唔到，俾佢一下都搏正都唔定喎，知唔知啊？佢係不依章法咧，真係好扎使啊！佢教宗都夠膽去搞，佢教宗咪衰，佢好嬲噶。唔係教宗 ，you cannot be angry， 你唔可以生氣嘅喎。
你係教宗喎，教宗錯喎，佢咁樣，佢同你玩啊嘛。但係咧，你咁樣咧，喂，你係教宗啊嘛，你唔可以 loss your behaviour 啊嘛。你咁大個 temper 點搞咧？唔掂噶喎，係咪先嗱？你話我又唔係鬧啊，我覺得你唔得大度。如果比以前個教皇 good boy 咁咪得啦，係嘛？你呢啲咁樣嚇，其實咧唔係暴露咗 Donald Trump， 我暴露咗呢個教宗，唔得大體。如果比以前 good boy 話嘅 good boy 咁咪得啦，係嘛？幾好咧？你幾大幅咁樣？你有冇睇過呢個 WhatsApp？ 我有，係嘛？係嘛？係咪呢個教就好多人梗係咧批評呢個 Donald Trump？ 我就唔係，我覺得呢個教宗都係有啲問題，唔得大度。身為一教嘅領袖，熟咁樣喎，哇！你咪同嗰啲 BB 兩三歲嘅相唔強嘢玩，有乜分別咧？係有乜分別咧？係咪啊？各位香港嘅天主教徒，如果你有睇到，你話沈大哥講得啱啊？你有乜分別咧？你可以反對我，反對我咧啦，我承認啦。鬧我，事實上係啊嘛，你使乜咁咧？拍 good boy 得，係咪？即係咧，你反應完全唔懂，唔需要咁嘅。佢同你講，佢同你玩啫。如果女人咧，佢係話你勾搭勾人，呢個係修女嚟成日勾搭，佢唔係佢慣咗，但係佢見到我咪 hello boy， 佢慣咗。但係咧，佢當然你話喂總統咧唔可以咁。但我覺得總統都是人嚟嘅，咁樣近人性、近人就冇啊。咁啊唔近人，好似我哋中國以前啲領導咧，唔近人，知唔知？佢係去近人啊，做 show 啊。新年啦，之前係去俾啲飯你食，去陝西咁，佢做戲。訪問嗰家人咧就按預先安排好林康正，唔係俾惡用唔得嘅，啲有粗口啊，一陣間講咗粗口出嚟點算？要啦，失控要林康正，知嗎？所以呢啲嘢我覺得好奇怪嘅事啊！呢個美國揾阿杜林普啊做總統咧，是禍是福咧，大家都唔知嘅。但我咧就反而覺得係福啊！睇下我啱唔啱？當然啦，佢係禍咧，我亦冇損失，因為我係中國人，唔關我事係咪？佢好咧，我又冇著數嚇。Donald Trump 唔會 invite Mr. Sam 去個 casino 嗰度俾啲泥馬我賭下錢，佢又唔會嘅，所以唔關我事。但我真係希望咧，美國好咧，始終對大衞嘅經濟啊和平咧有啲幫助。如果做得一塌糊塗咁咧，就老實講，對全世界咧影響好大。佢始終係大哥，咁啊而家咧個二哥咧，即係我哋啊，想做一哥咧。我覺得有機會，但要好好的制度同埋個思想房改革下啦。OK， 冇錯，今日時間差唔多，下個禮拜再見。驚錯過我哋精彩嘅節目？而家上嚟呢個網址就可以訂閱曬我哋八大頻道，付費之後仲可以重温曬所有精彩嘅節目。記得要訂閱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同埋贊好我哋嘅 Facebook 專頁啊！